哎，可惜了，你是个太监。攻破临江城，可谓是易如反掌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何妙招。女主公，既然是天衣无缝，报龙君在七里之地一起西施回头，滚！全都给我滚！小龙龙，要不你教我作画吧？好啊。哼，哎，小龙龙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里面啊，都是你最爱吃的水果啊。今日大盛，我们痛饮一番，不醉不归。小龙龙，你这是生病了吗？没事，就是喝的有点多。龙晨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点击下方链接，马上阅读全文。